下面一个动作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低把缠折腕，啊，给大家示范，请控制拳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993200。走步啊，然后翻转，同时我上步切别啊。那么低把缠折腕啊，它的摔法原理是，当我缠敌人手腕的缠折敌人的手腕时啊，这个拧转叫缠，这个前推叫折。缠折敌人手腕时，敌人的手腕啊不能承受我的双手之力啊，那必然造成敌人肘要内翻啊。这时候我们不上步切别，如果我的手腕的力量大的话，一样可以把敌人摔倒啊。那么注意，在摔敌人的时候，前推上步摔的时候，我的双手要加力啊，要双手要加力，双手加力让敌人摔倒，再起来的时候手腕受伤和肘关节受伤啊，这是低把缠折腕。